果你对这段感情就是你已经腻了，不要了，那你就先讲，拜拜。对，然后明讲，没事，他都是可以原谅吗？但他不行啊，他不是他。最有效率的，对啊，最有效率的，那就十一或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可以讲两边的，都有，十一，eleven，好了，轮到你们，十六，好，十六，好，请出题。萧亚轩对的人，错的人。哇，差点对的答案，错的人，错的人，对的，错的人，对的，戴琳答对，错的，一起来演唱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，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。选三，好，三号，请处理。哦，重感情的废物，重感情的废物，嗯，对，哦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答对啊，对啊，重感情的废物，废物啊，哦，喂，丑一。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我们都要遵守游戏规则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对的，他跟他说错，所以你们可以贴五格。太多了啦！哎，太多了啦！秉公处理，要遵守规则嘛？怎么帮嘛？这样子啦，可以啦。好了，三号了，好，轮到这边来选，这边，男生来选。十三，确定哦，十三，好，十三，请出题。这段情就算曾经有了，哇，瑜伽会的太多了。三秒，我不等你了。歌名，陌生人，陌生人，蔡琴，陌生人，太厉害了。哇，好，来一起来演唱，瑜伽 solo。我不难过了，是全身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。当我了解不爱了，连回忆都是负荷。哎呦，来，问一下，掌声，有没有一段爱是没有办法被原谅的？偷吃。就被抓到，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对，就是如果你对这段感情就是你已经腻了，不要了，那你就先讲，拜拜。对，然后明讲，没事，他都是可以原谅吗？但他不行啊，他不是他，怎么不是说没有，你真的是重感情的废物。是哦，不能原谅啊，你呢？哇，我算蛮大度，我都是可以当朋友的。哦，可以分手可以当朋友，来，主持人。我也是，就是比较大度型，反正就是缘分到了，没了就没了这样子，没有什么不可原谅。也不交恶，对啊，不交恶。对啦，双方面谁先被抓到谁认错。鱼蓉呢？跟草莓一样。草莓怎么样？哦，偷吃你也不偷吃的，不行啊！如果你自己偷吃被抓到了，哎呀，对，我没有偷吃过。还没偷吃过，还没被抓到，自己还想没有遇到，未来的事还不知道。最喜欢的台湾小吃是？突然，从偷吃变小吃，好跳动。